面很特别的是做有点西装裤的面料，它是做这种透气棉质，超软超级透气的，所以不会闷热。一样有两条绳子让大家绑头围，然后在这边左侧的地方还有一个很像皮带式的经典扣环，做了一个造型给大家。军人家的帽子就是这样甩一甩戴到头上就好了，所以呢抱头帽你都完全不要去压它折它都不需要，就把自己的头发整理好就好了。奶茶色我超喜欢的，我觉得奶茶色啊很大家都很怕会显脸黑，但我觉得我们军人家的奶茶色真的很好看，而且呢它是做这种不易皱的这种西装外套的斜纹布，质感超级好的。第三个颜色就是比较偏亮夏天大家会喜欢的米色咯，我觉得它不是厚的，它也是软料，而且里面是棉质超级薄的。